啊，不知道，这样多大？你那个什么配置？长续航 Model Y 6.5，真的？真的？那可以享受的呀，我还没提车了。你定了吗？不是。定了，但是没提车，可以享受的。是吗？是这样的。问我销售的当时。我还以为，我还以为你损失6.5，想看一下，没有，看一下你什么反应。我跟我老公说的。没想到你没提啊！没提了。谁说的提了？我没提车了。没提车是吧？没了。太棒了！但是你要明年买，可能还会降。明年啊，那没办法呀，这个就不怎么了。对，因为他有一个政府一个补助的，明年如果我想就没有了，补助多少？他好像是有一个多少金额的补助的，先到先等嘛。好，现在是降价了，今天早上出的消息。那好，我打电话给你，真的降价了。你老公没给你打电话，你们都不知道？他不知道，我谢谢你给我提供这个消息。他不一定有空给你电话了。官网上有吗？啊？官网上的吗？是官网上的吗？啊，对。喂，你要知道那个特斯拉降价了？啊，降6500，今天刚降的啊。啊。你赶紧问我吧。对，就是我同事跟我说的，降6500。你去看看呢，我加过什么的，我真的。Model 三降了10000。Model 三版本降了10000多。对，Model 三降了10000多。是的，他说今年可能还会降一点。你去问问销售呗，啊？你去问呗。没降啊？没降吗？那没有，降了肯定降。肯定降了，人家跟我说。对，降了。降了吧？99990，我操，怎么整？降了吧，赶紧！还好我没提车了。对，那我没。我操，等我啊！哦，OK。嗯，赶紧。没有，降了吗？6000。对，6000，6500，就是6500呀。哎，爽死了。对。哇塞。开心吗？哎，你赶紧去问吧，还好没提车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。估计他那个减配的新款要出了。我不买了，我只要等了。他减配的，他现在降价都是靠减配，我不要。那之后会不会再降价呢？可能会还会降价。那你就变成等等涨了，永远等。那不是这个意思呀。我再看一下。那个他有60天那个期限的。你现在降了以后，你急忙走啊！60天以内还会再降啊！我来跟销售确认一下。OK，好的，嗯，因为我们从你交定金到提车只有60天。哦，你是交了定金有多久？1000。我交了10天有多久？忘了。两周，对，两周。那你明天提不了车了呀？提得了，18号，他让我们18号到23号可以提车的这个期间。18号，这不是还有一周吗？你看。提得了。就是一周，然后省了6500。是的。开心吗？开心，我还谢谢你，他超开心。哈哈哈哈。